现在已经是凌晨4:30，我刚做好了一个视频上传完了，然后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到箱子里面去了，把包也收好了，还没睡觉。5点出发的话，我现在还有20多分钟的睡眠时间，还是睡一会儿吧。哎呀，小薇她已经睡得死死的，先睡一会儿，调20分钟的闹钟，调个闹钟。现在4:50，刚刚睡了10几分钟，现在把小薇叫起来吧，我们差不多要出发去机场了。小薇，起床了。我们差不多要出发去机场了，起来吧。我把东西都收好了，直接出发吧。身份证在这里了。现在5:12，我们把东西都收起了，准备离开这个酒店。现在5:19了，应该还有吃的吧。我们现在边走边拦车，看看有没有的士经过，有的话我们就直接上了，然后现在去找点吃的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对，因为现在5:20了，机场吃的比较贵，前面有一个小店，不知道有没有开门，我们边走边看有没有出租车往那个方向走。哎呀，我们在机场买水，这个水价格挺便宜的，3块、4块、5块。没吃早餐摸不出来了。这是乌鲁木齐机场能吃到的最便宜的面，18元啊。对，18，加一个卤蛋，3.18。我们把2碗面都吃了，干干净净了，准备去登机口等待登机了。这么快，还半小时呢。来，报纸。美好的一天开始了，今天我们就回拉萨了，回去就可以看到班机了。我好像看班机是不是接着我们又开始汪汪汪汪，因为那天我走的时候就在那里嚎，好想知道他的狗语是什么，是不是不要走啦，为什么不要我了，可能是这种意思吧，或者说到了没良心的你们这么多天才来接我。我担心他又要骂我们。对啊，班金真的就像骂人一样。我们要不给班金买个狗语翻译器吧？翻译器啊，好啊。看他一天要干什么，要对我们说什么。翻译器有多少种话的，好像肚子饿，想出去玩什么的。妈妈好乖，这什么味道？不是那个翻译器。这什么味道？真的？嗯，有啊，他闻东西的时候嘛，他就有。耳机拿了没有？拿了，可以做视频，待会儿。对。哎呀，你睡吧。你睡，待会儿飞起来了，我把你座椅往后调一点。刚调，我醒了，我自己调。好，你睡吧，我待会儿也要做视频呢。
错了，还是。也说很乱的，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叽叽喳喳的。我们又登机了，刚刚在这里转机，然后我们逗留了大概有一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吧，不到一个小时。对，不到一个小时。现在继续转机。我们还是原来的位置。对，还是原来的位置，还是原来的飞机。这个店满的吗？哦，那还行。又在吃饭了，这次吃的是什么？双皮饼饭。双皮饼，我看起来好好吃。有个凉菜，有个面包，有个那个，你要吃什么？你吃面啊。对，他说那个面晚点才过来。哈龙的面条也到了，看看是啥。嗯，是那种细细的。嗯。这个油条。飞机上吃油条第一次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好像刚炸出来的，好热好烫。问题是吃这个油条没有豆浆，那不是很干？对啊，好干啊。我感觉它这个不是炸的，就是上面抹了一点油烤出来的，所以是热的。炸的油条的话是脆的，它这个一点都不脆，你看。看见吗？就一点点黄，就像抹的那种菜籽油，直接烤进烤箱。降落了，到了拉萨，终于到了。我房车在这里停了五天哈，好帅啊！回到拉萨这里。对呀，回到拉萨，是这么唱的吗？啊？唱不来了，我们到了，这个视频就这里啦，下期视频更精彩。